京文化蓬勃开，同盟养正稳扎根，尊师重道法圣贤，安邦定国现大同。各位与会的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以及我们所有各位今天的大小状元会考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真的是着实的非常的感恩，现场所有我们的大小状元们，你们真的是太智慧了，熟读圣言书，学习圣言量。这次的经典会考的目的，为的就是要展现你们平时读经努力的最佳成果的展现。你们真的非常的棒，是否给大家一点掌声呢？掌声，掌声！恭喜大家！透过经典文化，我们可以发扬我们优良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奠定我们儿童良好的学习基础，让他们有健全的人格发展，进而我们能孕育出一个书香洋溢而且富有精神内涵的文明社会。所以推广经典教育是我们值得大家一起共同来投入，共同来学习的。尤其感谢主办单位台南市经典文教协会，为了推广经典教育，落实经典文化活动，举办了这次的状元会考。今天就是大家带着欢笑接受掌声的时刻了。是的，所以呢，我们的颁奖典礼即将开始，请大家跟刚刚一样哦，伸出我们的右手，我们一起来倒数。来，我们在场有2000多位的家长，我们的贵宾家长，大状元小状元，是我们的声音哦，不能输给我们4位的司仪，好吗？好，来准备咯，来举起我们的右手，来一起，10 9 8 7 6 5，对，4 3 2 1，掌声。2020爱你爱你，经典文化文化新传，台南市经典文教协会读经状元会考颁奖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请起立，奏乐。向大臣至圣先师及至圣圣贤行3鞠躬礼，1鞠躬，再鞠躬，3鞠躬。我们全体请坐下。在今天如此殊胜的颁奖典礼，我们现场来了许多我们各个社会贤达以及我们所有的贵宾，今天我们要特地的非常的感谢他们，他们在平日就非常的极力推动我们的经典文化，特别借这个机会也要感谢他们拨冗来参与我们的盛会。让我们一一来为各位介绍，也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这些贵宾的莅临。首先呢，我们就要介绍宝光玉山一贯道总会理事长王宝忠前人及所有的理监事和点传师，烦请我们宝光玉山的站起来跟我们大家挥挥手，欢迎你们的莅临。非常谢谢我们的王宝忠前人，还有
不是的点传师。紧接着介绍心意一合，由我们中茂年前人以及我们的冯新冲副前人及所有的领监事，还有我们的点传师们，我们掌声不断，欢迎你们的莅临。谢谢我们的心意一合到场。紧接着介绍八一崇德崇礼文化教育基金会朱国昌朱荣誉董事长及所有的礼监事，还有我们的点传师们，欢迎你们的莅临。谢谢我们的八一崇德。介绍心意到场真主文点传师及所有的礼监事们，还有我们的点传师，我们掌声欢迎各位贵宾的莅临。接下来介绍安东到场林慧珍点传师，还有我们两位点传师，欢迎你们的莅临。紧接着介绍宝光剑的林建长点传师及所有的礼监事，我欢迎你们的莅临。接下来介绍宝光崇正朱世贵朱点传师，我们掌声欢迎你们的莅临。以及我们最后一个单位基础中数我们的张国才女士，欢迎你们的莅临。今天也要感谢台南地区社会贤达以及地方护士，现在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感谢他们的出席，感谢他们的护持。首先我们就要介绍由我们的台南市市长，我们的市长夫人，我们的刘玉金刘女士，欢迎我们的市长夫人。市长真的是非常用心用力，非常注重我们的社会这一场活动。市长因为公务的繁忙，所以北上特地还邀请我们的夫人，是不是？我们再给点掌声呢，感谢夫人。紧接着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昆山科大的副校长，我们的钟俊彦的副校长，掌声欢迎我们的钟副校长。紧接着哇，我们现场我们看到我们的委员真的是也非常的波隆出席，我们的陈廷飞陈立法委员，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陈廷飞立法委员。谢谢委员波隆参与。还有我们的永康区的区长张瑞明张区长也非常特地的波隆来参与，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区长。还有刚刚我们的昆山科大我们的蔡美瑞主任，是我们语言中心的蔡主任，掌声欢迎我们的蔡主任。谢谢我们的蔡主任。以及我们台南市议会秘书主任我们的严生副，我们的严主任，我们欢迎我们的严主任。哇，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我们这么多的与会的贵宾，社会贤达的今天的莅临护持，好不好？你们最大的掌声也是给我们长官还有我们大哥最大的支持，长官也非常的不容参加，也是给我们大位最大的肯定。让我们热烈掌声谢谢各位贵宾来出席跟护持，再次我们感谢。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长官还有我们的大哥，是我们今天的莅临会场。首先呢，我们今天代表我们的大会邀请到我们的台南市我们的主办单位台南市经典文教协会的黄理事长，要为我们的致辞加冕。我们恭请主办单位台南市经典文教协会理事长黄敬之理事长为我们大家勉励。恭请黄理事长。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声来恭请我们的黄理事长为我们的致辞加冕。